咱们继续来看比赛啊，观战方的话是一手龙宫，对来方的话是一手方寸山啊，观战方带定心套，配合着宝宝直接打掉了对来方的一个开局宝宝，对来方出顺法，对来方打得很急，补掉了观战方的一个前排，观战方起一手龙战，龙战于野加定心套的话，感觉有点爆炸。观战方二龙行不秒出去，秒对战方人物2400。对战方出宝宝，观战方继续卡血，人物继续双龙戏珠。对战方也是控制住了观战方的一个人啊。对战方有点不要脸，把孩子都给催眠了。这样的话，观战方拉一只宝宝出一只狼，这种狼的话应该都非常暴力哈，但是速度没有对面快，直接被扯飞。对战方把罗汉一起稳坐钓鱼台，观战方扛着罗汉秒的话，只能秒1000血。对战方继续补接力，这个二龙戏珠的话好像是有一定的一个固伤的一个成分，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秒出去会有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效果。观战方人物哈，直接逃跑了，打不过。